跟着我再来吧。你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样才可以通过你的防守吗？老师，交给我吧。右边了，老师，右边。刚才发生什么事啊？第三关训练敏捷，挑战失败。家长座谈会就要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交给我，我来想办法。我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了，接下来我会更努力的训练你。只要你行得正，坐得正，不管谁发出什么声音，你都可以当作没听见。艳阳下，操场上，你会汗如雨模样。下课铃去哪里？接下来要训练你的口才，你要在30秒内打败这群婆婆妈妈。现在60块，你说算你30块，直接打对折会不会太夸张？你说一次买3斤算你便宜点60块，一斤60块，3斤也60块。你要觉得我是数学老师了吗？还有你，这样说要帮我擦，算你便宜点。你要不要我帮你按摩，然后把户头的钱都给我？各位太太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果农太辛苦了，要支持他们，结果你们杀价杀得这么凶，你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利润，这样他们才可以做出更好吃的水果，不是吗？那是啊，1斤55，你卖吗？60块好了啦，算我挺农民呐，我出63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走啦，马上，谢谢啊，帅哥，我下次还会再来哦。好，谢谢啊。第三关训练敏捷。曾老师，你要闪开啊，眼睛不能闭起来，你要看水球的方向。曾老师加油，来了。Oh!
不好意思，那个，是孔令源，抱歉，我是孔令源同学的班导师，我姓曾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流川枫同学的班导师，我姓曾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曾枫毅同学的家长吗？我是他的班导师，真抱歉，跟你通知一下说那个家长座谈会的时间。对，我是欧嘉玲同学的班导师。对了，我是曾老师啦，我刚才去福利社，没有，我是想通知你说那个家长座谈会的时间。对。我是曾老师。好，那没有问题哦。王老师，我现在讲电话都很流利，而且也不会结巴了耶。太好了，你已经开始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对呀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最不喜欢跟别人有肢体接触了吗？我有帮你记录每一个家长的语速跟态度啊，你再研究一下。曾老师，啊，我刚刚说的你有听到吗？有，我会再做功课。那我们先从第一位家长开始。孔令源的妈妈呢？她虽然比较严肃一点点，但是你不用太担心，她人。真抱歉，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。家长座谈会没什么好怕的，加油！米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真抱歉？王老师私底下有来找过我啊。米老师，王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一下。请说。接下来三天我想要征召一些男同学晚上离开宿舍帮我忙。我可以问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要帮助曾抱歉老师回来。帮助曾老师回来，你不觉得学生们半夜可以出现在教学大楼，清晨又可以陪你到公园去训练，有点奇怪吗？谢谢米老师的宽容，我才可以曾抱歉的身份站在这里。曾抱歉老师，欢迎你回来。我回来了。妈咪，我已经在学校了啊！啊，你到学校了？今天学校有家长座谈会，你明明就知道我会去啊，你怎么不坐我的车？我才不要搭家里的车上学，高中生就是要搭公车来学校才有高中生的样子啊！好，你好棒，好了，那我们等下学校见 ，OK？ 对了，妈咪，你等一下要记得帮我提醒爸比，我要当学校篮球队经理的事哦。爸比，你请他来学校开家长座谈会的时候，帮我处理一下就好。好的，我会记得 ，OK。妈咪，先这样，待会见喽，拜拜。他们应该是大猩猩跟流川枫的爱慕者吧。
那这边给你，谢谢。星星，早安。早安。这牛奶给你喝，我不想喝。啊？你不喝牛奶，干嘛要买牛奶？哎呦，你喝就对了嘛。嗯。多喝牛奶可以美白，还可以长高，没有坏处啦。哎，多喝，美白啊！笑屁啊！俊，该不会对我